钟文英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报馆做过记者，因为喜欢摄影，就去当了剧照摄影师。又因为喜欢画画，他又到纽约去学习了油画2年。1994年，他投身到文学写作的领域，那一年就获得了联合文学小说的新人奖。2000年之后，他开始专业写作，以小说与散文为主，至今创作量丰且得奖无数，作品并且被译成英文和日文。《暗室微光》是钟文英最新的一本作品，也是文字与摄影并重的一本作品。在书的封面上，钟文英写道：在暗室里写作阅读，在暗室里显影定影，只有呼唤我的职业与意识，物质发光。钟文英用右手写作，左手摄影，暗室微光是他双手万能的代表作。今天就让我来欢迎钟文英。文英你好。娟你好。以往你一向都是以那个写作小说，也写作散文，以写作为主，但是这本《暗室微光》是你的一本文字跟摄影结合的一本作品，你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其实因为摄影是我好像在书里有提到，是我年轻时候的恋人哦。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大学大部分都在影像的世界里，因为我念的是大众传播，可是我文学底子又不错，所以一直难以忘怀写作，你知道？那可是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又是在到底要走影像还是要走写作中间徘�徊。但是我后来因为1994年得了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我就觉得我是可以写作的人啊。可是我又是很难忘我的影像的一个怎么讲？好像对影像的敏感哦是天生的，所以我就想有机会哦，一定要实现一本影像跟文字并重的一本书。所以其实这一本有点像既回到自己的青春时期，也有点像重新的呼唤我年轻时候热爱的事物。那我觉得影像的本身对我而言是比较直觉式的，是。那文字是需要经营跟进入很漫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一点完成年轻时候的梦想。那因为它是图像摄影作品跟文字哈，那所以在摄影跟文字这个当中，你是先有了摄影作品呢，还是先有了文字，或者是说两者同时并行？其实他们是独立的，但是当你在整理你的作品的时候，你就会把觉得非常的切合，或者是切合你的心情啊，或者切合的文字啊，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一起。对，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摄影是独立的哦，因为就是文字并不是去说明影像的内容，对，然后影像也没办法去诠释文字，是，那所以它是独立。可是为什么要把它并在一起？是它又富有诗意哦，就是我们认为这种诗性哦、诗学的一个内涵底蕴。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摄影到底是不是说明了文字？倒是没有，但我一直觉得说抽象性的摄影哦，它可以呼唤起人对于影像的多重性，所以我尽量把地标性还有写实性的东西拿掉，对，是为了跟文字的风格并行。但是事实上风格是并行，但是内容有时候它是可以独立阅读的，是，这一定的，因为他们两种本来就是独立的艺术嘛，不同的媒材。对，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画面啊，或者是影像会吸引到你去按下快门？以前我们用的那个是底片的时代，最早的时候很省，因为你要算那个底片嘛，而且底片是 material， 它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那现在到了数位这种 digital 的，我觉得拍起来不太一样，然后也会乱按快门。不过我还是很相信摄影是决定性的瞬间，这种美感是它在决定性的瞬间里，观者跟被拍者，它同时在那个时间里被冻结。对，它冻结了我跟地景之间或者人物之间的刹那的关系，可是它又凝结为永恒。然后，但是这也不复返，就那个按下的时间那一秒已经过去了，所以它也有跟我的内在这种对生命的无常感，或者对
生命的每一刻时时刻刻的流逝哦，它充满了呼应性。其实你在写作的时候，你常常第一眼先看到的是图像，之后你的描写或者叙述是，你说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可是你在这之前，你一直都是以文字写作为主，书写。为什么你会觉得图像先于你的文字呢？因为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可以写作这么长的时间哦，假如是从1994得奖到现在，也呼烟20年过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常常看年轻人有时候写一写就写不下去，是，其实是因为他脑子里没有储存图像的概念啊。那因为我长期大学的时候拍照，所以我其实脑子里一直有一个资料库，所以这个脑子的资料库里头，我想要写，比方说我想写我童年的画面，我就抽取，就好像有个图档，你知道？那因为很多人没有储存图像的概念啊，他眼日日所见，日复一日的过去就流失掉，是。那因为我长期拍照，我就是把我的脑子当作一个资料库储存。是，我觉得图像很重要，是因为小说的训练来自于现实，然后你才能够在现实的土壤里开出想象的花朵。是，所以这个现实的训练里头，我自己的训练是很必须要眼见，就是我看过，比方说像我今天看到主持人的打扮，它就储存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说它是先于文字。假设有一天我想要写以你这样一个人为主角的故事，我就有一个立体感，我大概知道他的穿着打扮，他的声音，他的五官什么。所以我说图像先于文字，来自于这里，就是，但是它只是个基础。对对对，是。我在你那个文章里面看，有时候到大学里面去演讲，你就会想到了 Foster 写那个小说的，对对对，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小说其实是，意思就是说好像是跟声音比较有关系的哈，好像你的散文是诉诸于你的眼睛，那但是你的小说是诉诸于一种声音哈。你那时候你在文章里也提到，就是说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很新的一种观点啊，感觉。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更深的体会？我更深的体会是发现说写作写，尤其写小说，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比方说我们写散文，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块状的小品，可是小说因为它是一个叙事，我们叙述一个事情，从一个人物的出现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到他内心的结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学。以至于福斯特在写这个小说《面面观》的时候，他提到声音啊、图像啊、想象啊、韵律这种语言的部分，是他认为小说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小说的语言是有节奏的，然后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腔调，是。那散文也应该也是，对，可是散文我觉得它的呈现比较是作者的风格，就是说他什么样的人，他呈现在做散文里是逃不掉的。可是小说可能逃得掉，因为他有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写别人。对，那散文是完全是个我的再次展现，直接的就可以看到这个作者的个性的。对。作家需要窗帘，折上苍白与外界的窗帘，回到私密的洞穴，翻出咀嚼一切的一切。室内很暗，沉默无语，激烈涨潮声淹没了整个房间。我仿佛置身在外，或坐在岸上。窗外挤脚踏车的人群总是这么多。机械声与喧哗在我脑中回响，屋外的假日群众是那么的拥挤，而我的屋子微小，灵魂巨大。我看你的那个散文，第一个是日落书房，你讲到你自己必须要在一个很暗很暗的那个房间里面写作。我想这部分其实是读者比较容易进入到你的世界的这一部分，因为黑暗跟光明啊，一个杂乱跟有秩序啊，然后之类的，就是说非常容易读。但你的文字基本上我觉得它是非常抽象的，尤其是第二个那个影像诗语这一部分哈，那个几乎里面很多的那个文字哈，几乎就像诗一样的。你是有意去从事这样子呢，还是说你不自觉的，其实你下笔它自然它的那个语言就在你的脑海里面？文学有口语化的语言啊，也有非日常的这种比较文学性的语言。那我
我刻意把比较口语化的语言把它抽掉，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本书的影像已经很诗意了，那如果文字配一个很通俗的很白话的话，对，它两者是配不起来。但基本上我确实这是也是一个美感风格的诉求，那我虽然不是刻意去进行，但是脑子有一个认为说这本书里应该是一个很风格性的，所以把这些比较风格性的文字统合在一起，所以包括后面的书评我就拿掉了所有本来在媒体上发表那种长篇滔滔大论，有把那些起承转合那种比较拉杂的东西都拿掉，就只保留比较精粹的部分。对，也是因为希望统合这个书的风格。是，其实你的散文里面很挖掘到自己的内心，所以你必须用一些抽象的语言去让读者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说去读懂一个东西，或者说你可以让他们间接的来了解你。可能文学的目的不只是沟通，它还有一个部分是刺激读者跟着作者一起飞翔，一起想象，所以我尽量不使用非常直接而白话的部分，等于是你喝了水可是你可能不会知道滋味，我希望它还可以再体尝下一个后味感觉，所以我就尽量还是用一个比较你刚刚提到那种诗性的文字。那之前你有提到说作者在黑暗的书房里写作，其实读者比较容易进入的理解的哦。对，我也觉得，我觉得那个黑暗似乎可以把我们的思想沉淀，所以很多人会畏惧黑暗，其实黑暗也是一个力量，然后你可以在那个世界里头很清楚的看到自己，所以我都喜欢很黑暗的书房写作。对，等于隔绝了外在的嘈杂。嘈杂，对。像在这一集就是那个影像诗语这个，你在接受另外一次访问的时候，你曾经提过说你这个是要向 Jeunesse 致敬，就是好像法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女作家了。我觉得你非常喜欢她，因为在后面你还去，我曾经在她的故居每一个地方都走过，对，甚至她的出生地，那个地方就叫 Jeunesse， 事实上是个地名，她用她出生的地方做她的笔名，不是她的本名。因为你知道有些写作的人是很知性的，很理性的，那我这个人是比较重感情的，直接以感情澎湃奔赴这种奔放为浓烈，对，很浓烈激情为主角的这种，其实确实是内在有一个向往的对象就是他哦。菊哈斯写作的核心是新风以魔媚的爱。阅读菊哈斯前要先阅读自己，要战胜菊哈斯要先战胜自己。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的喜爱往往是超越欣赏且不可理喻的。阅读如在照镜，既愉悦又惊恐，此时阅读就像降临大会，甚至是痛苦的转化除魅仪式。阅读也是自己的面具，戴上这面具却有了灵魂，这面具是另一个自己，美丽不灭的面具。我向他致敬的部分是写作的韧性，人之为一生的为所热爱的事情奋战，作为这样的一个女体女性，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我们东方太容易自我妥协了，然后生命到一个程度也认为老了，那其实跟他的生命是反的，他是越老越走上坡，跟我们人生老了走下坡是完全反其道而行，所以他七十几岁才一炮而红，他写了《情人》这本书。可是我觉得我们东方人耐不住这样的漫长而寂寞的路途，怎么可能等到七十岁才成名？七十岁都自我缴械不到多年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他的这个精神启蒙了我，作为一个女性是可以很多的超越，作为一个你热爱的文学，你是可以一生拥有它，而不在乎外在的生命。那我觉得我有个力量比她好，是因为我们东方哲学、我们佛学的训练里头有一个更沉稳的力量，
这个是我觉得他没有的。是，对。所以你提到就是说你到他的故居，然后同时那一个节就是我的灵魂私房。对，其实你到了很多作家的，从托尔斯泰这么老的，我们感觉上，然后卡夫卡啊这样子一个存在主义的经典作家，对，然后到墨西哥的那位女画家啊，菲达，对不对？卡洛那样子的那个激情，然后再到我们的苍凉的张爱玲啊，然后到 Emily， 我想这些作家对你来讲的话，因为你曾经讲过，就是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能够凭我的喜好去选择书看，你必须要看很多的书。但是我想你特别去走访了这几位作家的故居的话，一定是你对他们的作品有特别的感想或者特别的喜欢哈。你能不能提任何一位，就是说你印象最深刻，就是给你最多的感觉的是哪一个？其实每一个真的都是灵魂致敬的对象哦。但如果你问我以文学作品跟人最有感觉的，恐怕是布拉格的卡夫卡哦，因为他才活39岁，对，然后一生都在苦痛里度过，可是作品留下来非常有力量，也启蒙了现代文学。我去他的故居走一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真的太安逸了，就是。我们健康的时候都不写作了，何况是像他这样子的。所以他的作品给我很多的启示，就是说也许在世生命是微小的，甚至不被认知的，可是他可以在时候以他的作品点燃了世界的明光，我觉得这个是了不起的。对，其实他的作品并不容易阅读的， 对， 对，也不多，留的也不多，主要是因为他活得太短。这个卡夫卡说艺术是整个人格的表现，我非常完全认同这句话，就是整个人格的再现，绝对不可能艺术很好然后人格乱七八糟的。那我非常同和，我非常的认同，对，也以此激励自己。对，是。那你的最后一集啊，就是这本书里面分四集嘛哈，最后的一集就是跟书名一样，就是暗示微光哈，里面其实是你为一些杂志我猜想写的一些评论的文章啊。那你又是作者，那你同时是个读者啊，然后你又去从事评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写作者跟评论者其实他们的立场是刚好是对立的啊。那你怎么样去调和这个中间的角色的不同？因为我自己是写作的，我非常知道那个作品为什么没有达到那个状态，那个难度是什么，所以我是站在一个作者的体恤之眼去心眼，然后那个胸怀去看待每一部作品。我甚至可以知道为什么这部作品它可以被完成成这个，那个作者燃烧多少自己以成就那个作品，然后那个作品未抵达之处是为什么这样。那可是评论者不会管作者的难处嘛，那写出来不好就是不好，对。可是我认为那个有些不好其实是作者甚至刻意的，也许他想要一些创举创新，然后想要突破，但是也许突破没有完全成功，可是那个突破之举是令人致敬的。所以我在写的时候通常都是以不太批判，不太批判。其实我觉得也很像你自己的创作。对对对，有点像，也有点像，并不完全是真的在评论，其实是你从那里面，然后你的读后感，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本身的一种感想，是一个再创作。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在逛画廊的感觉，就是这么多或者图书馆，每一本书经过我的眼前，然后我如何在那个遭逢里头，我跟这个作者的生命遭逢，或者这个文本里头，我择取出我觉得足以跟大众世界分享的这个最美的片段。所以确实有点像是在制，因为我希望是读者通过我推荐给他们的那个最美的那个碎片是什么这样，而不是通过一个杂志媒体的这种比较自私的语言给他们。对，所以还是基本上是感性的。对对，因为我自己是作者，所以我的文学当然也常被批判嘛。可是我每次看到那种评论我的作品的时候，我心里都会一惊，就觉得哇，你知道那个一惊是说，其实他不知道做写作的难度，批评真的非常容易啊。他可能可以随便说，哎，为什么这个情节不这样这样这样的？可是他不知道作者要奋战的是精神哦，还有现实的生活种种。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继续写作的人，他本来生命就是有高有低，是。可是很多人在每一个作家出版作品的时候，都是检验他有没有更进步，他忘了作者其实是一个高低潮的
在线，他低潮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达到巅峰，可是他却不放弃。就像张爱玲一样，他很多人就说他散文跟小说或者后面的几部作品不好，或者可是我从不这样看作者。我觉得作者是一个不可能一直爬巅峰的人。 对，所以每一部作品出来，为什么每次评论家就是说啊他退步了，他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我总觉得他还在，好可敬哦。对，他还在写，而且写出来都是中上的，我觉得是非常让人动容。我记得你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很怕，就是说你的作品被误解。其实粉丝是很热情的，但是面对他们误读你的时候，你常常觉得你自己的情绪不知如何自处啊。你现在有没有比较容易自处了吗？对对对，我现在甚至认为误读是正常。对对，因为等于每一个读者所见有他自己心中的解释，而且有时候作者跟我说。啊，你写的好苦哦！我心里想是你很苦，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会特别着重这些字句，是对，然后那个东西可以打动你这样。但是我比较不希望是恶意的批判，对对 对，就是说很重要，有些人不希望你比他更好了，或者这个就不太正常，对，或者说评论者用一个高高在上的眼光去检视成品，这就不对，这应该是站在一个同步的一个。去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写出这样。那除了是这样的，我觉得所有的误读都是可理解的。是的。在黑暗中写作，不是因为喜欢黑暗，是因为被黑暗包围着，思绪也就被缪斯清点。人变得专注，作家无法畅谈正在写的作品，因为它是属于正在言说的黑暗之光。因为黑暗之心才写作，因为苦痛之欲才写作，因为疑惑写作，因为模糊写作，因为厘清而写作，因为转化现实和写作。暗室是钟文英的书房，发光的是他在书房里面阅读的书，以及他在稿纸上写出来的文字。我希望我没有误读钟文英。今天谢谢钟文英到我们的节目，文英，谢谢，谢谢。